们万恒要唱新高了。接下来，我们也有点出彩。我们先准备我们的陶哥，还有我们的球员工，还有我们的吉他手。谢谢这一次制造不少花红。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姓陶哈。是吗？我姓陶哈，我叫陶家哦。来宾，请掌声鼓励鼓励。那你呢？我真的不想姓穷，但是我是员工，对对对对，我不想这个姓啊，但是我是员工，谢谢谢谢。很多大的，又要缴水电费、车贷、房贷、生活费、信贷，对啊，还要在外面养女人，真的很累，真的很累，累累，真的累了，真的累了。最近刚学吉他嘛，哈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吉他手吗？我姓吉，然后叫他手，哎，叫吉他手。接下来要带来一首员工的心声，舞女。
老板在进球，老板没有看到。老板，哦，我们老板，好可怜哦。要再讲一次吗？加薪20%就好了啦，分我这个，分我6个月。部尹学、陈汉，还有洪文，他们是被我凹的。接下来，因为时间有限，那我们就唱一首慢歌，因为刚快歌破音。